位于吉隆坡金三角中轴地带的毕加索高级公寓，一个堪称当代建筑地标的绝世佳作。毕加索高级公寓让您进入更高档的家居设置，结集奢华与舒适的最精致标准，提供非凡优质的格局，体验奢华及世界级设施，呼吸吉隆坡现代都市的脉搏。毕加索高级公寓，真正的经典佳作。Hello，Hello，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您在2021年8月6号星期五的晚上收看亚洲电视新闻东南亚呈现的2020东京奥运特别节目《激情奥运》，我是主持人 Yuna 陈俊川。是的，激情奥运在东京奥运期间，也就是7月23号到8月8号，每天晚上都会跟大家做 live。是的，今天已经是我们第15天 live 了。每天我们都会跟大家总结今天的奖牌榜的战绩，聊聊今日话题和看点，同时给大家预告第二天、明天的焦点赛事，跟大家说说明天有些什么好看的比赛。而一般上呢，我们都会在晚上十点钟是准时 live 的，但是由于技术的问题，今天就延迟了半个小时才开始。非常感谢依然在线上观看激情奥运支持我们的朋友，相信你们都很期待我们今天来到线上的嘉宾吧。没错，是的，一会儿呢，马来西亚羽球男双铜牌得主谢定锋和苏伟毅将会来到激情奥运的节目做客，跟大家聊聊他们这一趟的东京奥运的奇幻之旅。那是的，激情奥运在这段期间非常时期呢，还是可以顺利开播。非常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PRG Holdings Berhad、 Presto 以及 Morgan Fields 的大力支持。而每天观看激情奥运有奖问答的朋友也有幸运奖会送给你，留意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内容，问题和答案就在里头，回答正确的五位朋友就有机会获得10000 bonus link 的积分。而当然不要忘了哈，就是 follow 亚视新闻东南亚的 Facebook 面子书专页、 YouTube 频道，还有就是我的面子书专页，找一找陈运传 Yuna 蛋就可以找到我啦。还有就是指定动作三部曲，不要忘了，就是按赞、留言和公开分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当我在说的时候就给我一些点赞还有爱心鼓励鼓励，谢谢你们。是的，那这个时间呢，要先给大家说说昨天的得奖名单。接下来奥运第14期，也就是8月5号星期四直播有奖问答的得奖名单，非常恭喜我们的幸运儿陈少金、戳辉宏、 KG Yo、 Jenny To 和 Barney Ting， 大家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这里呢，就是看得到你们的名字的，恭喜我们的幸运儿。好啦，那我今天现在就来问问题了。今天的直播有奖问答的题目，请问马来西亚的男羽球男双奥运铜牌得主，他们叫什么名字？两位都要哈，一会儿呢我们会跟他们连线访问的，记得吗？前面跟大家说过了，不然的话也到这个亚视新闻东南亚的面子书看一看，我们的预告已经放得很大很大，他们的名字在那边了。留言让我知道你们的答案，然后当然不要忘了就是留言、按赞，还有就是公开分享。好的，快点哦，在下面 comment 那边讲一下你们的答案。那这个时间呢，我来关心今天的焦点赛事的成绩。女子沙滩排球的决赛，美国组合罗斯和克莱曼以21-15、21-16两局是击败了澳洲组合，赢得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男子乒乓团体赛，中国对战德国，最后是以3-0的成绩战胜德国队，获得冠军。这是中国本届奥运会的第35枚金牌，也是中国乒乓团队呢在东京奥运会获得的第4枚金牌。而这次东京奥运会才增加的空手道项目，男子个人型的决赛，日本选手喜友明亮就夺得了金牌。至于在女子四乘100米接力的决赛，美国原本在这个项目呢是有希望可以拿下金牌的，不过
最终呢是牙买加以41秒02更好的成绩夺得了冠军，这就粉碎了美国女子队三连冠的美梦啊。美国是以41秒45的成绩获得了第二，英国则是拿到了铜牌。这一男子4x100米接力赛当中，意大利是取得了领先优势，并将优势是保持到了终点，最后的成绩是37秒50拿下了金牌。而女子标枪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诗颖以66.34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实现了中国女子标枪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的第36枚金牌。那再看过今天的重点赛事，尤其是田径赛场，美国是颗粒无收的情况之下，比完之后奖牌榜的排序又有怎么样的变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截至刚刚10点钟，奖牌榜的排名是这样的，排在第一位依然是中国，目前有36枚金牌、26枚银牌和17枚铜牌。第二，美国31枚金牌、36枚银牌、31枚铜牌。第三，东道主日本24枚金牌、11枚银牌和16枚铜牌。是的，中国依然是占据龙头老大的位置，但是美国是逐渐缩小了差距。东南亚成绩榜方面又有怎么样呢？今天呢、没有新进账奖牌。东南亚形势榜方面，印尼目前是有1枚金牌、1枚银牌、3枚铜牌。菲律宾1枚金牌、1枚银牌、1枚铜牌。泰国1枚金牌、1枚铜牌。马来西亚1枚铜牌。还有最后两天啦，东南亚选手还是那句，继续冲，继续加油。那好了，接着我们来聊一段感人的故事哈。昨天在女子10米跳台决赛当中，大家有看吧，今年14岁的中国跳水的超级新秀，她名字叫全红婵，她在其中三跳呢是获得了满分，打破了记录，引起关注，各个媒体是争相报道这个小女生的故事。除了赞扬她优异表现之外，还有令人更感动的是，原来14岁的他没有去过动物园，没有去过游乐场，没有同龄小朋友的娱乐和享受，因为家里没钱。受访的时候，全红婵就说，妈妈生病了，就想赚很多钱去给她治病。这一句话从一个14岁的小女孩的口中说出来，真的是懂事的让人心疼啊。是的，他的爸爸妈妈是农民，妈妈身体不好，常年需要治病，而家庭环境的艰难就是让他呢从小就非常的懂事。都说了嘛，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那天生不怕水的全红婵，他就非常的刻苦。当他知道跳水有可能可以改变他自己一生和家人的命运时，他就暗自下了决心说，好吧，我一定要跳，而且我一定要跳出个名堂来。就在其他小队员都忍受不住，哎呦，这么累，这么辛苦的时候，他总是默默加练的那个。全红婵的教练说，这个小女孩啊，就算她的嘴里笑着说，哎呦，来来回回跳，教练把我累得不要不要的，但是教练说，她虽然是这么讲，还是很有毅力的，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她的动作，直到表现她自己满意为止。而终于在一共3站的奥运选拔赛当中，全红婵是2度收获了冠军，成为超级黑马，成功入选跳水梦之队，为自己赢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门票，赢得了他人生实现人生梦想的机会。在之前他被访问的时候，他就记者问他说，这个全红婵啊，奥运会之后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他说，我呀想要去游乐场玩那个夹娃娃。哇，14岁的小女孩，她还是拥有她应有的童真。简单的一句话背后隐藏的是那么多的汗水、泪水和心酸。无论如何，这个小女生最终是在东京奥运会是扬名立万了，并以孝心感动了千千万万人，这一切都值了。所以说，付出总是会有收获的。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美国的体操天后拜尔斯哈，已经结束奥运之旅回到美国的拜尔斯呢，因为退赛风波让她回到美国之后依然还是众人瞩目的焦点。美国媒体就报道说，
拜尔斯在谈到关于退赛事件的时候，不被预计的这个透露说，很可能是因为前队医的性侵案，就让他自己感到压力很大。那至于拜尔斯的男朋友，美国冰上勾球的球星欧文斯，他对于女朋友退赛表示相当难过的，不过他会全力成为他女朋友最强的后盾。I remember it was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my heart's beating. Like I was sick before just because I could see her face. I kind of know her facial expressions. I could kind of read her lips to kind of know what was going on and kind of what she was telling the coach. And I know her teammates really wanted her out there, but she made the best decision for herself. So I have to, you know, I'm going to support whatever she does. 有了男友的甜蜜支持，相信肯定可以给予心灵受创的拜尔斯精神上的慰藉。对于拜尔斯的退赛，美国还是有不少支持他的声音。他昨天回国的时候，粉丝们就在机场热烈地迎接他。尽管拜尔斯在最后一个单项平衡木项目中才复出，为美国队拿下铜牌，但24岁的他并没有排除自己会参加巴黎奥运会的可能性。希望这位体操运动上最伟大的体操运动员能够战胜心魔，早日回到体操舞台上，继续绽放光芒。欢迎回来，是的，非常感谢这个时间呢，就在收看激情奥运的所有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留守哈。这个时间呢，就先跟大家说明天的焦点赛事，之后马上就请出大家期待的马来西亚男子羽毛球男子双打铜牌得主 Aaron 和伟毅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是的，明天的焦点赛事是什么？明天8月7号，东京奥运会也进入倒数第二天的日子了。明天将会派出最多枚的金牌，也就是34枚金牌，上演最后的疯狂。田径将会派出7枚的金牌，将会是明天的派金最大库。而中国和美国的金牌榜老大之争依然是东京奥运会的主旋律。倒数第二天了，这两个国家还能抢下几枚金牌呢？成为全场总冠军垫下基础，这个大家都非常期待。我们就来看看明天的赛事吧。明天美国将会出战的水球将会对上西班牙，棒球对上日本，男子篮球决赛将会对上法国。就看看由多位 NBA 球星包括杜兰特组成的美国男篮梦之队能不能在决赛复仇法国，顺利完成4连霸。这个嘛，相信是篮球迷的焦点了。男篮决赛明天早上10点半将会正式开打。至于中国比较有把握的赛事，应该还是跳水项目。不过之前有这个陈艾森和乔元呢，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就输给了英国的名将戴利和马修利。这次乔元和杨健呢，在单人赛当中必须要胜防预赛排名第4的戴利，在跳水的收官这个赛当中是搅局的。而至于马来西亚的场地脚车双雄，也就是阿兹祖和沙费道斯呢，将会亮相明天男子麒麟赛的预赛，也是阿兹祖的强项，这是马来西亚争取奖牌的最后机会了。明天将是麒麟赛首圈和复活赛。而后天8月8号闭幕当天早上则进行8强，之后会进行半决赛和麒麟赛的决赛。那身为2016年里约奥运会麒麟赛铜牌得主的阿兹祖就说，冲刺赛的失利呢，将会激励他们在这个麒麟赛当中全力以赴。就祝福在出发之去奥运之前获得了拿督头衔的阿兹祖，明天加油啦，为马来西亚再赢回一枚奖牌。是的，接下来就是大家关心的了哈。这是羽毛球赛事呢，在过去的星期一已经是落下帷幕了。马来西亚也在羽毛球男双的项目当中拿下了至今为止唯一一面的奖牌，为马来西亚拿下铜牌的男双选手 Aaron 谢定锋和苏伟毅，目前呢已经是回到马来西亚，正在酒店隔离当中。今天下午呢，就跟他们连线，聊聊他们俩呢在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奇幻旅程，他们到底都经历
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得主也就是 Aaron 还有伟毅来到我们的访问现场，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哈，因为今天应该是他们第三十几场的这个interview 了。是的，但是就是我们还是非常开心哈，因为就是可以直接呢跟进行奥运的朋友们聊一聊你们这一段去到东京奥运会然后赢得一个面铜牌回来的奇幻之旅哈。从小组赛啊到这八强十六强啊八强啊到半决赛，你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哪一场比赛呢？对我来讲肯定是铜牌之战啊。对，当时候我们也是在对回我们小组赛对到的世界第二就是 Hendra 还有阿三，当时候的情况也是我们当时候也是会有一点紧张，会有一点压力，因为毕竟当时候还没有马来西亚暂时还没有赢得奖牌，然后我们所以压力就来到你们的身上了。那时候对对对，不是说别人给我们的压力，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要求而产生了一点压力。对，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想要为马来西亚赢得一面奖牌，虽然不是金牌不是银牌，但是铜牌也是一个奖牌啊。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你们的第一场奥运哎，可以打出这一番的成绩，有没有想过啊？其实我们是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啦。因为之前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在这个奥运可以把我们的所训练的东西，我们最好的把所有东西打出来，最重要是没有遗憾，这个是最重要啊。那伟毅呢？我觉得除了铜牌战，还也是就在八强。对世界第一那一战吧，然后那个是因为我们与世界第一交手了七次，然后从来没赢过，然后哇，那一场也是很印象深刻的，那一场也非常对，我觉得在那场我们确实发挥到了我们的最好的一面，然后确实那场会带来我们给我们带来很多信心吧。到了半决赛还是铜牌战，都会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和信心。是，因为那一场你讲的就是八强赛，对 Kevin 和 Marcus， 你刚刚提到了，就是从来没有赢过。但是你们遇到他们，比如说你们打了七次没有赢过，又而且还是世界第一，这样会进攻的特别多，就是给予他们那种压力，然后不要让他们会可以找到他们的节奏的。所以第二局你们是也是很强啊，就是也是21-17，其实那比分是吃到很紧的。对，第二局的时候的比分会比较接近啦，不会好像第一场一样你会领先比较多，就是会有领先，然后会又给他们追平这样子。所以你们当下就是赢了第一局之后哦，你们两个你们有说些什么东西，互相鼓励还是之类的？我们也是有讲啦，就是我们虽然我们赢了第一场，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第二场会更加的专注，更加的会去找机会去拿分啊。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讲，我们不能去放轻松，我们也不能觉得我们就是别把那个想法想着要赢那么多，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 performance 啊。就是我们当时候情况，我们就讲我们不用紧，我们第二场还是保持一样的东西，一分一分去打，不要去想到，等一下赢了怎么样，还是第二场如果这个第二场输了怎么样，这样子就是慢慢一分一分去跟他们打。我觉得你们的心态真的是还蛮成熟的，如果是这样讲，特别就是我们来到的第一，就是你们铜牌之战的这一场比赛，伟毅，当你们输了第一局的时候，17-21先落后的时候，你当时心情怎么样？我觉得那时候会更需要冷静了，因为第一局的时候一开始是我们领先的，然后一路就是觉得是觉得有机会的，然后被他们反超过后，确实那个心态起伏会突然间第一局很快就输了，然后第二局如果第二局来讲跟他们的对打的次数和经验，觉得如果他们领先我们的话，确实是非常难打的一个组合，因为他们非常有经验。然后觉得就是第二季开始的时候就跟 Aaron 一起就是很冷静嘛，我就对，我觉得你们很 calm， 就是 enjoy， 就是很还蛮享受比赛的。
我就开始第二局就会开始会想怎么样去更好的发挥吧，然后不要因为第一局有点太过兴奋，一直喊啊什么，然后第二局开始会cool down一点，然后慢慢调整一下，然后去想每一分要怎么去拿。对，然后当第二局就拿下了，来到第三局的时候，对，第三局的时候就会更加的信心啊，因为毕竟我们第二场是从对方一比一了，第三都有机会，两组人都有机会。对对对对，因为就是从第二局，从我们被领先到我们赢下那场球，反超了过后，就是那边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回来了，啊，对，去赢下第三场。第三场我看你边打边笑了 ，Aaron。啊，有没？我没有注意到。没有，可能我觉得就是已经就是哎，大家都有机会，然后你大概也是就是你们是不是就已经掌握到对方的节奏了？但是你们之前就曾经赢过还就哈萨还有 Hendra 他们一次而已，对吗？在之前的交手当中，对，那一次是在中国啊，中国公开赛，中国的福州，没有错，福州的时候也是八强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神同步，一起躺在地上欢呼。这个完全是没有讲好的，就是当时候的情况下，就好像当时候也是不懂为什么会躺下来，就是其实我们一路来啦，我们那种可以讲是那种赢的时候那种 celebration 是没有这样躺下来的，可是不懂当时候的情况就很自然而然的就这样躺下来，就好像全部东西都好像已经过了，已经解放完了出来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你们很大的默契耶，就是哇，其实不只是你们躺下来了，当时是全马来西亚人民都躺下来了。只是除了那几个拍照的、拍电视的没有躺下来了，因为真的是太为你们开心，然后太兴奋了，因为这枚铜牌真的是，感觉是及时雨，因为现在毕竟疫情当下呀，就是也是特别不容易嘛，然后。感觉你们是来了一场及时雨，感觉马来西亚就哎，我们看到了希望，就是也是你们两位把全民再次团结在一起，感觉士气没有这么低落了，还是而已，还是要代表所有马来西亚人，代表所有激情奥运的朋友，跟你们两位说声谢谢，谢谢你们的努力。所以我们就是谈到这一次疫情啊，其实你觉得，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嘛，就是2020东京奥运会就延迟了一年才来举办，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好处比较多，还是坏处比较多呢？我觉得有好有坏吧。好的方面，好的方面就是好的方面就是可能，就我们可以更专注于训练。因为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们会可能会出去，就是有娱乐的时间嘛，然后不好呢，就觉得就是可能会太过 stress 啊，就是太过压力，在有时训练的时候可能训练到不好，然后没有地方可以去解压的一个地方，然后就要每次就回房间，然后又明天又要来训练。就那种感觉，就是会很压力，感觉不懂，感觉无止境，是吗？对对对。是，与此同时，就是你们多了很多的时间，就是为这次奥运做准备，那也是挺好的。所以，想问一下哈，就是现场没有观众的比赛，对你们来说会有差别吗？因为你们相信在，如果疫情之前，你们在参加，从以前到现在参加过这么多场的比赛，相信很多都是有观众的，是吧？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啦，没有这个疫情，我们的比赛的球馆就一定会有观众了，一定爆满，然后就是一定可以讲大多数都是爆满，尤其是在因为我也会去，在印尼啊，都是会爆满的、啊，我觉得。可是就是这个东西也是有好还是跟不好啦，因为就是讲在好的方面，就是讲比如讲你在马来西亚打马来西亚公开赛的时候，你会有我们自己马来西亚的 supporters 在那里支持我们，会给我们这些会帮到我们的信心上面的。说回忆，如果有观众的欢呼，对你们来说，特别就是你们运动员嘛，就是属于表演型的，就是哇，有人给我欢呼，我会更加激烈，打得更加好，是吧？会有影响吗？你们在比赛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很潮吗？还是其实对你们来说是好事？会有一点的关系啦，因为如果就好像刚才我讲那个是好处嘛，如果是讲在坏的方面，就是讲有时候
就当我们在别的国家打的时候，像比如说主场不是你的时候，对对，主场不是我们的时候，不在主场的时候，可是我们队的对手是他的主场，当时候他们的就是他们的 supporter 全部一定会帮他们support 他们，一直会喊啊，就是这些会有时候会增加我们的压力啊，那种紧张啊。唯一呢，唯一你喜欢人家在旁边就是喊你的名字，给你们两个鼓励吗？对，我也是特别喜欢这种，因为这种会让我更兴奋吧。然后，对，就是比如啊，在可能不好的话，就在印尼的话，还是在如果在 Europe 的方面还好，他们每个人都会支持。如果在印尼的话，有时他们可能不喜欢你，是对，然后他就一直boo你啊，还是讲一些话啊，让你会影响。然后教练讲的话也听不到，因为他们欢呼声太大了。所以教练在旁边，怎么样告诉你们一些战术的时候，教练在后面喊啊，怎么会听到啊？都听不到。所以这一次冬奥就是没有观众，两方面都没有 supporter， 就跟平时练球的感觉很像，会吗？对对对，就是我们当时候打铜牌战的时候还有，因为有我们自己的队友嘛，队友对对，有队友在那边支持。support 我们这样子，就是还有一点呢、啊，所以当时我们还是有一点加分的东西，这样子、哦。怎么样？会觉得遗憾吗？第一次到参加奥运会，然后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形式，觉得不遗憾了吧？因为都已经就是到了这样的，就是赢得了奖牌啊，然后。觉得就是之前付出过的就是努力都一次过发挥在这里了吧，然后也在这个比赛觉得自己还是和搭档啊都是觉得自己都成熟了很多，就是改变了很多，所以也感谢自己一直以来就是那么坚持下去。我一说都好好哦。不想想 这一次呢是你们两个人第一次去到这个奥运的现场嘛，那你觉得最新鲜的一些体验是什么啊？如果给我的话就是讲我们，因为我们毕竟也没有参加过这些可以说是那种 games 啊，比如说是那种 SEA Games 啊， SEA Games 我们有，但是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我们不是住在一个 village 里面，但是在那首诗，对对对，在现在在这个 Olympics 和全世界的运动员最顶级的运动员，全球最盛大的体育盛事住在里头，对，大概80-90%的球员运动员都会住在里面，所以我们在那个village 里面都会有很多人，就是我们去吃啊，去食堂吃啊，就是走在 village 里面都一直都会有人啦，那种是让我觉得很怎么说呢，没有感受过的。对对对对对。唯一呢，唯一你去到这一次的东京奥运，在这个选手村，因为你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出去走走嘛，在里面你最新鲜的体验是什么？我就觉得最好玩的或者是很多零雷看，还是他的食物最 让你非常难忘？一定有吧，是吧？就是好像就是打开了眼界吧，然后就是看到很多一直在电视看到没看到的球星啊，然后一想去跟他拍照啊，还是看到一些人跟我们马来西亚人的身材就是不一样，非常壮又特别高那种，就觉得这些人两米多运动员，对对，特别是那些田径的是吧？对对对，就觉得他们不可思议吧，就觉得怎么有这样的身材啊，每一个人都会这么壮，就是觉得自己也是很想要这样，然后去到球场也是在训练场的时候就看到哇，到处都是那个 Tokyo 2020这样子，哇，就觉得真的就是不是我小时候在电视看到，就是梦寐以求要来的这种舞台吗？奇幻之旅嘛，就觉得哇，真的是来到以前从电视里面来到传说中的奥运村，然后看这些东西。所以刚刚我一有提到，就是看到一直在 TV 啊，或者是在这个 video 视频里头看到的一些体育明星，那你们有没有上前去拍个照啊，还是什么？我有。你跟谁拍照了？
我拍我跟那个 NBA 的球星拍照了。OK OK 哦，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是喜欢篮球 ？Yeah， 也是蛮喜欢篮球，有时常看的。嗯 ，Sportman Aaron 呢 ？Aaron， 我是不是那种很追星的那种人呢？你都是等人来追你是不是？没有啦，就是也是有看到，就是可是不会特地去讲要去跟他们拍照还是什么啊，就是看到就看到咯，这样子咯，就是没有很那种很。interested 的那种感觉啦。OK OK， 所以你们就是在疫情之下你怎么样说，就是那你们另外你们有没有去交换你们的那个片啊，就是很多选手他们都会互相交换啊，各个国家之类的。对对对对，你们有做这个动作？我差不多我换了很多啊，应该有20多个国家的片。对对对，哇、wow.所以你其实你们自己本身身上就是很多这个片子的，就是给你们去交换的吗？对对对，马来西亚这边会有给我们，然后给我们，可是这次有可能没有给我们那么多啦，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尽量不要去接触和别人接触这么多嘛，毕竟疫情的关系。但是就是我们在交换这其中，全部都是会有一些sanitizer 之前啊 sanitizer 过后才去交换这些东西。我想一件事讲 ，Iron， 我相信那些片二十几个国家片都有在你房间是吗？有吗？我放下你哦，可以要给我看一下。因为想说是不是可以 show 大家，然后伟毅呢？伟毅也是有没有去跟大家交换这个片还是什么？我没有耶，因为那时我一直忘记了，一直专注拍照。一去食堂的时候就忘记带，然后人家来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哎，没有了，没有带到。然后我还剩几个，然后就我有给 Aaron， 因为他有帮我换，因为食堂他都会放在他的那个 deck 那边，然后就填满满。就是我会给你们看几个啦，这个是那个 Jordan， 哇 Jordan， 哎，很漂亮哦。对，先看一看马来西亚的吧，马来西亚的你还有存着吗？马来西亚的好像换完了嘞。因为马来西亚的没有好像收这个是美国的，好像有啊 ，Tokyo 美国的，就是每个国家都有为，就是这一次的冬奥奥运，我觉得这个是最美的啦。这个是这个国家其实我是没有什么看过的，它是叫什么 Cayman Island， Toto 应该就是岛国，应该是一个岛来的。哇，那哇，你真的是很专业，网红手还会这样子看。对，因为毕竟我看 YouTube 比较多，所以我看到有点萌萌，他们时常都会这样做，所以我这样子来看一下。超专业，这是巴西的。啊、oh, ，Brazil， 巴西就是上一届就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主办国。对对对对对。嗯。哇，这就好珍贵哦。唯一呢你都没有换到吗？但是你有没有留着马来西亚的徽章？应该有，可是在我的 bag 里面有点不懂哪个角落是吧？没关系，我跟你说 Aaron 这些呢都非常的珍贵，你真的是可以拍一张然后post一下你的 social media， 反正你现在你们两个 social media 这几天过去一个星期都是就是 famous 啊，都是被人家 search 爆的。那唯一我特别是唯一的一开我看就是直接飙二十几千，对对对对，我也会比较受欢迎一点。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身份的关系。话好像有话，但是不会啊。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大家认识，就是你们就是一起的嘛，你们就是一对的，哎，一对的，对，反正你们就是共同体嘛，就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创造了这个奇迹，是吧？对对对对对，嗯。啊，谢谢，非常谢谢你的分享，因为哇，真的很漂亮。你看你没有说我都感觉是大开眼界啊！你这样就会设计自己的马来西亚的，大概形容一下马来西亚的这个片，它这个 badges 大概长什么样子？斜斜这样的，就是那个马来西亚国旗，金色，是吗？金色，然后你没有咩？唯一你没有咩？他在不总在他的 luggage 哪一个角落里面？还要找很久，其实刚才有讲说嘛，就是刚刚Aaron 有说了，你们去交换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接触啊？毕竟就是要交换这个 badges 嘛。所以其实
你们之前在参赛比赛之前呢、啊，因为这是疫情当下嘛，你们会不会有一些担心啊？比如说，是不是会担心被逼会退赛啊，还是什么？会不会担心奥运会举办不成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奥运会会不会取消。虽然是说现在这种疫情的关系，但是有时候站在我们运动员的角度，就是想，我们刻苦训练了这么久，准备了这么久，如果是说取消的话，我觉得不只是我们啊，就是对全世界运动员来讲，都是一个坏消息啦。嗯，有可能在别人的想法当中就觉得说，哦，这个东西，这个如果举办奥运会的话就会很危险啊，就是因为全部运动员在一起啊，全部外国的，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我们还是他们会不会有带到任何的病毒进去那个选手村啊，还是什么，这些都是会有担心的啦。但是在我们的身上，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是会担心，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辛苦的东西能辛苦了这么久、对，辛苦了这么久，可以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就是表现我们的东西出来，这样子。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属于表演型的运动员，所以就站在赛场上就特别的嗨，然后就是做到最好的自己。对，这是回忆。平常训练都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不是太兴奋那种。好像比如讲我在比赛的时候，可能拿一两分了，然后我就会跑那个球场，跑去后面，就是很兴奋的，一直乱跳，就是了。现在那你 OK？ 如果这样子不问你们哈，就是因为疫情当下也是非常不容易。然后当然你们两个也是拿出了最好的自己。如果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回到奥运的其中一场比赛，你们最想回去哪一场赛事呢？如果给我的话，我是想要回去半决赛对中国那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肯定是想赢下那场比赛，然后进决赛嘛。因为当然我们的怎么说，我们的 target 也是想要得到金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啦。但是就是讲有一些，就是当时候输了过后，我们就准备更多在我们的铜牌战哦。真的没有人想输是吧？对对对对。唯一呢？唯一，我也是跟 Aaron 一样，就是要回到那场，因为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们就是那可能在那第一局，如果可能拿下来了，可能就可能不一样了，就觉得很可惜。然后在当晚的时候也是会很失落，可是这一天就是又要打铜牌战的，然后就要很快调整回来，那觉得很难忘嘛，也是很值得要去吸收的一个经验啊，就是那个心态上方面。对，你们觉得哪一方面，如果你们回到那一场，你们在哪一方面是可以去改变的？你们之后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吗？要如何变得更好？如果再来一次的话，那一场比赛你们会怎么打的？我觉得其实是在如果当时候对半决赛对中国那场球的话，我觉得如果当时我们的心态有好像对世界第一跟世界第二的时候那种心态去打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表现得更好啦。因为当时候八强过后，毕竟我们那时候好像 upset 了 ，won number one， 然后当时候我们肯定是很有信心，然后我们肯定也是会想当时候的目标，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对我们自己的目标肯定会放得比较高，肯定会想要一直赢下去啊。然后就是在半决赛的第一场输了过后，就是在那里会对我们来讲会有一点影响。想问一下你们两位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其实我们接下来有那个苏迪曼杯、汤杯还有世锦赛，我觉得这三个算是蛮大的一个比赛吧，对我们来讲最大，我们会很大。对对，蛮大的一个，对我们羽球啦是蛮大的一个比赛，我觉得我们会比较专注在这三项比赛啦，其他的比赛还是会去打，因为毕竟也是要拿分数啊，在我们的世界排名啊。但是因为苏迪曼杯和汤杯都是团体赛嘛，
然后就是团体赛我们也是有打过，但是因为毕竟现在有可能我们的 team 的队友们有可能会和之前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在有可能我们 after quarantine 还是 after 我们休息过回到羽种了过后，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会再讨论这个东西吧。好，再会跟教练还有跟羽种再去探讨这个问题。好，那对时间来到这边也是欢乐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这个想问一下，好，最后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好了。我们先问一下文艺，你觉得你这一次在奥运学到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对我来说自己的话就是自己的信心吧，自己的信心方面，因为之前就是可能在一些比赛就是缺乏了一些信心方面的东西，然后导致自己发挥不好，然后现在我觉得确实自己成熟了很多，在这个比赛的情况下，然后觉得最想要保持的就是这个信心吧，因为做什么东西都需要这个信心的心态，如果没有的话就很难去维持，真的很重要。但是其实你真的很棒了，我一真的很厉害。那 Aaron 呢？ Aaron 在这一次奥运学到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如果给我的话，我是觉得我们心态上的那种情绪啊，我们控制我们自己的那种情绪，做到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在这边进步最大的，然后就是对我们自己我们这个 pairing 的 confidence， 因为最重要我们是要相信我们自己，然后最重要相信我们自己你才可以去挑战别人，就是如果你连你对你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你很难要拿出你的最好去和人家去打这些东西。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经验上啊，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当然还有很多需要进步，可是我觉得在这奥运会我们就是学到很多，就是在于心态上啊想法上的东西啊。对，我记得你们的羽球前辈啊，就是我们一个在这里的中伟，他就说过一句，站在球场上的时候到最后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都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我相信你们两个呢在这一次奥运的这个舞台上都做得非常的好，也做出了最完美的自己。也谢谢两位，谢谢 Aaron 哈，谢谢文艺呢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场赛事，让全民真的是团结在一起，让全民为你们一起呐喊。所以像文艺讲的，就是我们做人要有自信，还有像 Aaron 讲的，我们对要做一个更好的自己。谢谢你们，这就是我们从运动员身上呢学到最宝贵的、最珍贵的一件事情了。好，今天谢谢两位来到激情奥运的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祝福你们谢谢未来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好的，会的，会的，谢谢，拜拜，拜拜，拜拜。非常可爱的两位大男生哈，是的，刚刚跟 Aaron 和伟一聊天之后就觉得，哇，这两个大男孩真的很诚恳，然后也真的很真，就非常喜欢他们的态度哈。就希望他们两位可以秉持这份热忱，把对羽毛球的热爱发挥出来，继续把马来西亚的羽毛球带上更高的国际舞台。是的，刚刚他们说了，之后还有苏杯，还有世锦赛，希望他们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我们再见他们两位的时候，可以更上一层楼。祝福他们继续加油。刚刚我就看到有网友就说哈，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现在我们大家在他们在打那个铜牌之争的时候呢，已经是在妈妈档那边为他们
呐喊为他们欢呼了。是的，现在是疫情当下吧，特别时刻，然后新常态之下，大家也真的是要好好照顾和保护好自己。那今天的金庆奥运来到这里来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啊，现在还在线上依然陪着我们的朋友。是的，结束之前再给大家说说今天有参赛就有奖品送的问题，请问马来西亚羽球男双奥运铜牌得主叫什么名字？留言告诉我你们的答案。当然不要忘了哈，三部曲留言、按赞和公开分享。那奥运会的田径赛呢，主要的场馆也就是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是日本著名建筑师维延武以绿色环保、利用原木为主要的材料来建造的。场馆内的座椅是很特别，有深绿色、浅绿色、茶色、白色、灰色五种颜色的桌椅给打乱了。看比赛的朋友可能觉得，诶，好像为什么好像有观众，其实那边是没有人的。是的，当时设计师就说，要现场在没有人的时候呢，也感觉不会那么单调和寂寞。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奥运会真的是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之下举行了。就希望疫情结束之后，我们真的是能一起去到现场，去亲临现场感受一下这栋建筑物的美吧。节目的最后就给大家看看影片，而明天晚上十点钟，亚视新闻东南亚网站、Facebook、YouTube 同样平台、同样时间，激情奥运，我们不见不散。晚安，拜拜。